怎么样也阻止不了与你的开始，原来早已开始了。希望你可以放任我，尽情的去喜欢你。谁要回心转意？好啊，你就永无止境的等吧。那么委屈我才不要。好，不要回答我了，真是讨厌死了。请不要勾引我。那要怎么做才会有用？有个监视警察叫高灿浩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在场的各位，我有两个人在不久后死亡。奇怪的搭档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。